从这期间，有市民外挂出黄油探亲，到轻松行为当享受假期，但目前防控也切不可待矣，要加强个人防护。外出要主动挂口罩，家庭使用煮火煮餐，应控制到十人以下，确保健康平安。好，咱来听今日的节目。走起上脚卡硬过，十几毛足趣味多，食不饱晒又逛靓，民族表演乐不停，精彩舞台闹新春，每户祝福三祝福。欢迎收看春节特别节目《门外闹新春》。到潮汕文化瑞山宝库当，最广为人知个，除了潮剧，当属潮州音乐了。潮州音乐汪洋六腔，到长期的历史引擎当，保留了唐宋东方古乐的瑞响，使随唐作响，华夏正声的美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瑞山项目。如潮剧营造古朴典雅、优美抒情，是逢年过节少不了的文化活动。今次的文化闹新春，我个主题人秋光就叫大家做者去认识潮剧当个代表戏狮狗甲锣鼓狗。山头潮剧团应晓到国家大剧院，搭配南木雕用高五声声潮州音乐演奏会，出水内红梅宝树顶，一首首经典戏狮剧曲奏响烟花，高点清雅的南韵高音让庄家观众听得如痴如醉。那么今天呢，听到这个山头地沟通啊，同咱老马跟戏台就行下一拜，那来个拍戏嘞。山头市潮剧团生保护中心成立于1958年。健康六十多年来，直直地人因收集、研究、整理、创作及使用具有潮汕特色的文化产物。作者编辑潮汕珠三角等地，花都市出访港澳台地区及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艺术作品发行全世界，是潮汕地区受欢迎的艺术表演团体之一。到老马经的拜良信来，成为神采奕奕的老艺人，这多年团圆拜年庆忙，大家人拢亲切的称伊做高团。伊就是市潮剧团生保护中心主任、潮州音乐社协会主团成员高顺生。高顺生自幼师承潮剧名家杨恩锵、口友等等，拍正嘅自称自个正淡。不过你可能猜唔到，高团最受欢迎是西昆乐器。作为潮汕人，对本土音乐应该要更认真地去发扬、去弘扬。所以我才到澳洲，拉过二胡后，再过铁胡。民族的物件，才是世界的物件。带着弘扬本土文化的强烈使命感，高团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拢献给潮剧。对个潜心研究下，二胡、板胡等潮剧乐器无不新潮念来。伊花充分吸收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技法，使乐器营造气势饱满、音色点融，所以日创新，不无感染力。日到正当乐器当，高团又以潮州铁胡见称。这铁胡有咩特别个呢？铁壶呢叫做什么啊？铁壶，铁壶啊，铁壶，我听到你吼，你叫做潮州那种特有的。哦，听你叫做铁壶呢，你广东古人叫什么啊？
某伊就是，其实伊个皮肤，唔系话就是拉丁路听出来装样。你就睇到係靠，係靠，如近如疏嗬。啊，其實皮膚永遠生在在腳下，就是叫做靠耳，靠耳，就是靠靠皮皮。哦，靠住乜嘅皮嚟啫？哎，就落邊去用撐住嘅，整個生活爽啊！而家矮運。哦，所以我就是即刻先做啲酷啊，咁就嚟開始嘅啫。哦，因為嗰陣我嚟遲嚟咧，我嚟遲啲嘅。我哋真係睇到呢個呢、這個呼嘅時候咧，即係佢個見個見咗你啊。其實依個可能個音色嘅長有關係。哦，係啦，係啦，快樂夜聲。哦，做乜多？要硬見見啊，要硬。哦，即係我上次跟住夾清水，覺得誒嗰聲真係衰聲，誒啊你咪就係養下先啊，含咩？你幫我翻譯，我用普通話聽到嘛？可以可以，要先啦，郭老師真。我是懷疑路不屋嘅唔白，冇唔入面，已經做了。我做只台頭先落起嚟。我冇話可以啊。当现实学堂就是租客现实可待可在可惊可险，加仓的乐队由二喜、杨谦、自卑、小沙喜、雅呼、提呼、小的、高正、大提琴等组成。上岸发现是几股目光，一路来倒计这把乐器就是调教现实乐的名首乐器二喜。这是最古典音色的乐器，伊个音色高亢明亮，穿透人的心。从乐器的起身转下，强弱快慢，二喜拢必须其主导作用，可以是心服当然。像我秋当的二喜，靠边打词当然呢？哦，这个都没过一下嘞，直接上下，哦，他就在这个里面，那伊也是属于扫雷，扫刀，扫刀，扫刀。哆啦西哆，这款操作之后，小安还是认清形势。无论我面搞起，即使再有灵感，再有天分，想真正的拿回之王，还是做不了落口功。哇，他是今天个叫这两样搞起哈，一件是体育，一件是自己。总之，我感觉你是白眼，一点都不白眼，但是现在是你不白眼。但是歌曲呢，它是比较麻烦，因为呢呢，这种耳比较碎掉，然后呢呢，配有薄字呢，这样就都唔对。啊，介只介了就是，但是个耳啊吼，伊无定音啊，唔再个跌定呢，就是个度跌定个累，所以呢就应该是度，一些声或一些洪亮，是多么的不断啊个洪亮，啊，这样我们跟它中间个字就印出来，所以就是台台前一空间台十二公啊。所以叫戏曲教的另外多变，好大听到叫这是归功于调教乐器的各项神通。充分认识乐器的生灵特点，是营造好戏曲教的基础。因此，使用了乐器，并不等于就使用了戏曲教。沟通下，戏曲曲调简单，乐句的抑扬顿挫无飘面，对方怀着心灵相通，创作节奏，在集体配合，流畅化嗨。经动人时，到应招的时候，团员都保持调教用力的基础上，发挥另外的运用各自接起的应招技巧，对乐器真正定作升华。在环境中调节乐加加口背的面乐，无咪病哦，中间有病哦的，但是咱经度是执行性比较强，即使咱未加乐器啊。伊甲咱有发挥，甲咱伊能在咬起个特点，伊个特色，所以伊，如按天赋叫啥，
嗦啦嗦花，但是伊个唐方我就读一点哦，伊个唐方我伊可以咚啷咚当唔变，所以伊应该要发挥伊个人个特色，各家乐器个特色，则应要再加伊呾平时多训练多花下，就是再加一间就是感觉安心。正因为如此，其实我既可以畅顺语言，又可以朴实粗犷。多唔同嘅调客，令我营造唔同嘅氛围，深受观众喜欢。我听到耳机好放松，然后就感觉到音，即音乐好有感染力。我就就是因为听过这个这个声音，然后感觉到自己嘅文化好自豪。自今以来，调客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有像市调教创新中心培养的专业机构，老伴随娱乐的研究推广之外，好在民间团体也以创新调教为基因。云南区临沧镇化窑社区的蔡小妮调教团，就是其中一颗璀璨明星。化窑蔡小妮调教团成立于2010年，十多年来，全校共有300多位蔡小妮接受调教培训。伊那营造独具新韵，广受好评，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的文艺演出及比赛。另外，2014年国际华人打拳教大赛。新加坡民族打拳教合作金奖。2012年及2015年，广东民间调教大赛金奖的殊荣。现在的华侨社区已经是国家级规模级文化瑞雪项目潮州音乐的三级创新保护基地。虽然成绩辉煌，但华侨蔡小妮调教团团长很荒谬却表示。除了这些成绩，其实拢是无心插柳。当时农村个兴芒白比较低，我推着这些老囝，踮阮个兴芒白度，较多靠游荡，成立自己中华团。当时个组成也是主要也是想到那买起些老囝去山区耍哩的。华侨是地处偏僻的这个经营农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当年想成立这个调教团，并未想过，场地、资金、师资等等，拢面临着好大的困难。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借此偶然的机会，山头调教团到社区表演。社区两位干部主动邀请营造老师，现场甲农家伙去做指导。伊人个善意，甲农家伙刻苦训练个态度，打动了调教团专业老师个心。从迄个时候起，这个小小个社区开始吸引了调教界、调教界专家老师个目光。各位老师也是团购有滴帮助，然后今来传承咱潮州音乐，也是非常个高兴。名家来指导，阮即阵老囝个机会是真个是特别命真。有了专家老师个悉心脑光，调教个成绩到华侨扎稳根之后，终于迎来丰收个开局。华侨陈小妮调教团独占形成家己鲜明个风格，特别是潮州大锣鼓已经是调教团如获殊荣个一大利器。潮州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层打拳教相配合，以鼓为指挥，以唢呐为名奏，并配以广拳教的大兴合奏式音乐编制，格调旖旎清冷，江州相近。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年代，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音乐之一，第二位东方交响乐。甲其他打拳教有同的是，潮州大锣鼓当个四个元素别具一格。
是高者以轻重缓急的短鼓甲刚柔相持的手势来指挥球队，并以复杂多变的营造充分发挥表现责任。杜华耀陈小妮调了团灯，是高者是青海音乐学院高教系学生陈润斌。以后学生生当已经是队伍开刺激会水行猛调就音乐调南推表示创新人。只管你经过学校专业的音乐教育之后，以回头再审视家乡的传统音乐，更能够体会其中的魅力。头的拍调就大锣鼓，感觉呾有影土嘛，然后到学校接受着专业班嘛，也会想。佮个想到来，佮滴个呐，毕竟咱练就大锣鼓也是袂输其他民族拍音乐个。平壤边达，潮州大锣鼓个诗歌包含了好在教我国群速减速相得下个曲高动作，是直接鼓舞当国气派佮民族风格个曲高元素。而且听加吉大将这条道路，一开始是因为腿了爱耍。打的爱耍，小安街头就来了，见到一只行动兵，小瓜椒。我，这都见到他开始了，是不？不是开始啊，就是咱主要能钓就大老高，主要是挂个主是八点，哦，还有个跳，哦，还有个跳，跳还有个挂 ，OK， 哎，那个羊是个拜的，哦，八点，哦，收到了。在沙澳门也穿西装。不掉不？掉。掉啊！就是你这带的出来。哦，唔要唔要。帅仔，帅仔。台顶一公升，台一两公。哈。嗯，一个就公升咧，是。刮。刮系。用的刮刮。哦。在头顶，在头顶刮出来。一对沙多少？跳。跳。嗯。这是往那时教的是，咱那坐的时候小拍的哦，小拍哦，这个跳，就拍个气势哈，这就到那个地方气势，哦，这是简单的，这是羊腿哦，哦羊腿，羊腿，羊腿是，然后恁拍，气大拍应该，就无这羊腿了，哦，拍可以叫个后边就是，就是多去耍一耍啊，主要就是耍一耍啊，就拍皮啊些。哇，这个是哎，能吃什么？这是硬硬硬硬的哈，羊腿什么？有的那还有能吃的哈，那得不能硬硬硬啊。现在这个量都在下盘的，不一定是要哎，你这落拍个就拍拍拍到去最尾了嘛？就比较正常，因为讲样子的嘛，放腿都还蛮鼻炎。鼻炎啊？哇，你比着比着对对啊？这方式，这方式，我可能比扎对。嗰部分资料算是有惊有喜啊，一时抄起来有咩作用呢？落来，请台摇到新歌手秋湾带来个调音。那唔捌卡咧歌啊，确实也是体力哇。就像伊只动作啊，特别咩，从什么个到32分音符啊，哇，特别咩。就像那就是无学过那个，硬硬硬硬，家己当同个字斗斗咧吼，同声声啊声声可能卡一下吼，应该靠一个掌握可能就算好啲。为了唱安粗卡粗手的表演，落来还是让人好好欣赏。华耀陈小妮调教团的推表作品《高扬新风》。这首《鲁王大将》的作品由丁章谦、邓旭丹两位老师创作，有用传统潮州大锣鼓的表现手法，
以吹冷风静的组队，激情澎湃的上路，雷霆黄金的高点，白沙倒海的气势，表现出花样人奋勇争帅、求索胜出的政治风貌。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音，有潮音的地方就有潮角。自古以来，潮角都多多传承到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中央王庄的潮水角，投资了一片叶土上每一个勤劳闪亮的潮汕人，也放弃无数异乡游子的艰苦情怀。热激昂磅礴的锣鼓声，在鼓舞着潮汕人不断激流勇进。到新时代，继续谱写美好篇章。来台创作特别节目《达人故事》，这本真挚的手工本。奠定着这位老匠人的匠心，也记录着获得市民学生时代的回忆和温馨。相信市区不少朋友读书的时候，拢买过四东北的笔记本。今日就让咱一起走进这位手工达人，聆听关于手工本的故事，感受伊儿岁月的情怀。伊人并非大事，却有一技之长。也想把那浓浓的乡愁给唱出。真心服务，倡导改革。政府对学生啊，也是真正提出的回忆。现在我走路行路怕给自己的家里人做一件毛衣。可以非常及时的跟学生交流。伊人让生活变得更多彩，充满奇妙加乐趣。多你就爱来，来做家的苗棒。生花苗的新快乐。种植法的味道要离不开植法的香。祝大家健康丰盛，二龙腾飞。手工笔记本，满目琳琅，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制作笔记本，拢是63岁的苦金钗，一手指扎界，基本人亲切的称呼为“四东北”。所以就是用四东北的谱，虽然我到靠读书，然后来你只要转来到手工推着白谱，我是非常开心。然后我变再一次用白谱是充满回忆的这样。是来买吧。一间唔到40平方米的厝景，堆满各种制作材料。这个江路的村口是苦金菜的工作室，不少市民朋友曾经来买点餐的手工本就出自这个。做了30多年的手工本，苦金菜至今对台每一份手作仍一丝不苟。从酸菜到菜酱，从鸡塔到烹蒜，从酱加辣大烧饼，全方面再到特色，繁复的江苏背后，顶顶界是手工艺人的匠心。厝外车水马龙，厝内岁月静好，苦金菜坛只有耐得住霜木，才能做出好的笔记本。买着纸。本来就厝只小厝，哦，那做就大，厝就大，那厝后就来小许，哦，那做可比那60许，或者80许、100许，就叫小四字落来填，那爱加许就是6字，那来填做一半，填好落就来拍加，拍落就来去拉，加水落水后先，那么水较冻，水较冻加在半个大落烧啊，烧对就对，哎，如果加水就刷薄薄的水就好。那熬落就热就对，那无热该冒的。后生丁氏的苦金菜，正是一名重工。
安歇的时候，伊喜欢做滴作证，伫个手工做模型。后来，伊就出名去个制作交流手工缝制站，并产生了龙角兴趣。这个做就是30年，至今伊从清晰的记忆，当年到香港码头，利用漂亮的规则，加工制作笔记本的情景。当时香港的码头，有灰纸，灰纸多了对古的作业方面啊，跟着做下面个拢。我就是到他来做台，给叫你家老做台面食，都做做上台都卖卖错唔贵呀。所以方面个主要上每国间啊，大约买下就掉，咱山头个全部这种方面个就掉。上世纪90年代左右，柯金彩下岗。为瑞提社国的，伊不得不将家当制作的手工本捡出来售卖。迄个时候，伊经常拎三轮车到西东巷附近售卖，深受学生喜爱。伊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西东伯”。学生在班啊个，四批学生拢去就行拉就对。我咧设过咩方面，你就家己设过来，你就设过来，我就你包装本行。现在个时候，哦，就做只同学录啊，录直说你买画画啊，直说你搭买搭报纸啊，那都各样拢有就对啦。直说你来做笔记，拢有就对。过年前，柯金彩家庭出现变故，经济困难，但伊唔愿意接受社会救助，到社工个帮助下，伊到小公园。开了一个铺镜，自立建设改善生活。近年来，老部的变化、地区的规划，以推动眼力、力度、心力，也专门制作了部队以山头老部为对菜计，精美笔记本。每个这个那个山头杂志啊，当初百货大楼啊、小红灯啊、南马径啊、游击啊，我都有香烟啊，好多都要弄出杂志哦。做啲乜就得，主要就遐啲种外地人啊嚟，人上头睇多学话，佢就唔止我惊，佢就是买物啦，买本嚟留念也是好啦。一双温暖嘅手，一颗坚强嘅心，手掌内部有温度，时光中有情怀。对柯金彩一案，手工本。会伴了伊大半辈子，也见证了伊个生活故事。如今，制作手工本竟成为伊一种人以国侠的情怀。现在只铺啊，现在靠不机器做，很少做。但是我是爱坚持我个手工来做个铺。这种铺对学生来讲是一种青春的回忆，对我来讲是生活的情怀。牛年新春。牛气冲天，好运来。最近，柯金彩也制作了多种手怪怪牛系列手工本。一本本精致火腿的手场，充满了调韵调味，也寄托着美好的祝福。新的一年，眼角望是牛年，吼、哦！我再做一出跟牛有关的，好，祝大家牛年大吉，牛气冲天。